美女，配着清凉的饮料，实在是太完美。垃圾真的有够给她麻烦，但偶尔为之没关系吧，丢了赶紧跑又。喂，那个没文化的东西呀、啊！等，一定就是你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呵呵，因为你看起来很罪恶。该不会是什么人形蚕宝宝吧？我是大自然的守护者，自小蓝蚕宝宝，自然，人们制造出不属于大自然的垃圾，再将它们恣意丢弃。哎，就是有你们这种人，既然不是小鱼和细软的母鱼，身为大自然守护者的你，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吗？看看台湾兰屿的原住民自然达悟族，他们的飞鱼季有个习俗，绝对不捕食小鱼和怀孕的母鱼，让海洋资源生生不息，形成良性的循环。自然，原来这就是他们跟自然相处和谐的重要原因。而垃圾的部分，实在是不能和你一样保持，有时丢一两个不会怎样。自然，走过一定不要留下垃圾好吗？但我空讲都没用啦，自然，实际作为才是解决之道哦。反正我看你也挺闲的、啊，自然，有这个时间，倒不如去敬它。海洋就像我们最敬爱的邻居，要懂得敦亲睦邻，好吗？自然。